一进门便被这里的田园气息所吸引，原木色桌椅，大量绿油油的藤蔓植物围绕，还有几张巨大的吊椅，让整体气氛显得十分舒适。昏暗的灯光让人可以在此休息放松一整个下午。月光林地咖啡厅比起一般安静的近乎沉默的咖啡厅，这里多了一份活力热闹，因此常常可见三五知己聚集于此玩桌游，充满感染力的笑声不时传来。来到这里，点一杯浓郁的奶香拿铁，一份手感烘焙欧式曲奇，细细感受这里的轻快明亮节奏。